从李晨向范冰冰求婚成功之后，网友们等待着他们领证的好消息。12月20日上午，范冰冰转发了一位星座博主的微博，转发语：“利好消息，撒花撒花喽！”网友们感慨范爷原来也和大多数女生那样是星座迷，究竟是什么利好消息让范冰冰欢呼雀跃的撒花呢？我们来看看范冰冰转发的这位星座博主的这段话。土星正式离开射手座，在过去2年半的时光里，土星对太阳上升射手座、双子座、处女座、双鱼座的人生发展带来了许多转变。现在你们几个星座可以撒花了，因为重点考验和让你勇敢迈出那一步的时间段过去了，你们现在会更加坦然勇敢。我们都知道范冰冰是处女座，李晨是射手座，这位星座博主的这段话就谈及了处女座和射手座，让人很容易和前段时间李晨向范冰冰求婚这件事联系在一起。而这位星座博主所说的现在你们几个星座可以撒花了，因为重点考验和让你勇敢迈出那一步的时间段过去了，你们现在会更加坦然勇敢。再来看范冰冰微博里这么兴奋的表现，让人猜测是不是他将要迈出人生的那一大步，与李晨领证结婚。